正反面啊，侧板是把头这块，整的啥呀？这是啊，整的啥呀？家具吗？床车磨盒吗？怎么感觉这个机器感觉好像比之前那个动的快多了？那当然了，嗖嗖的。之前那个才7000块钱，这个机器是10万块钱。刚才我的视频可一点都没有那个快进呢，就是机器本身的速度。价钱不一样，嗖嗖嗖，价钱贵了10多倍。你问哪天？这不错呀，这还有标签儿。对呀、啊，安哪，标准化的家具定制。呀，看着整的差不多了，完了，按照这个图纸看，这是我们那个用软件做的图，然后根据软件做完的这个箱体，用这个三合一连接件已经连接上，但是上面有些盖板的位置，还有那个异形的位置还得单独制作。啊，就基本上已经成型了呗。对，框体都制作完成了，这样的话又精准，然后又美观，然后那岂不是会省很多时间？也省不了太多，这个制图啊，然后这个机器下料啊。都还是比较有个过程，比不是就是省了木匠的时间。那倒是能省一个人工。对对。但是
这个整体的工艺还是要又提升不少，有点复杂。对，嗯，工艺提升不少。这个所有的连接件，这个电脑的尺寸给你下好了，然后你不用再人脑去算了。嗯，人脑在算的过程中呢，就会出错，对吧？会出错就会这个浪费材料，这样咱们能节省一部分材料。对，嗯，就是这样。这台车就是咱们詹姆斯徐哥，就之前买那个，3万多正耗电源那个，对对对，那个大哥，然后他的要求就比较细致，就精确到毫米，嗯，嗯，感觉这个差一毫米，徐哥可能一宿都睡不着觉，难受。徐哥今天没在这啊，在这我不敢说这话，回詹姆斯了，后天再来。哎呀妈，挺好，就这个情况吧。然后前面的排烟罩也立上了，看。哎呀妈，这车还有排烟罩呢。对，还有排烟罩。还有那个小炉，对，排烟罩、炉具，嗯，然后这个冰箱一应俱全嘛，也还有风扇啥的，到时候整完再给大家看吧，老多了。反正这个车呢就排的比较满，嗯，就按照我这个想法来说呢，它就不是特别合理，就是还是那句话，挺老大个车就变成个小空间了，啊，但是没办法，人家车里这么设计的，嗯，后悔呢也是过两年的事了，啊，是不是？嗯，前面的柜灯后面柜灯做完了，咱师傅正在研究前面那个这些这个怎么摆放，对，怎么摆放，嗯，就怎么能让徐哥。全都搁得下，对，是不是？东西挺多，但不知道能不能搁下。好了，就这样吧。行，这个图纸就没用了，到时候咱们还要做下一个液体。嗯，这整挺好，真的。是不是？嗯，整体的工艺就是严丝合缝，对对，全部提升。但是就是组装的时候，看这么多小木条，会不会脑袋蒙一下子？它都是有编号的，你比如你把镜头拉过来，嗯，这上面就会写着这个。制造厂商昆川达房车，嗯，订单编号，然后佳木斯徐哥，然后板件部位这块都有，然后一扫上面的码，这个三维图就出来了。啊妈，还能扫码呢？对，都能扫码，上面哪个位置哪个位置都能搞定了。呀，哎呀，咋的了？那是不是可以邮走一套回家自己安去？可以，应该是可以。嗯嗯，邮吧，谁要？你要？我要一套去。你要？给我打个棍儿。你要就不用邮了，直接晚上拉家去了。好了，我要继续干活了。行，你去忙别的去吧。行，拜拜。拜拜。